彰化县政府27日在鹿港西侧绿地举办鹿港西风华再现地方说明会，与乡亲一起讨论鹿港西规划内容，重新营造昔日母亲之河美誉，并提供县民优质水岸休憩场所。啊，投资30亿，要来把咱的鹿港溪改风华再现。哎呦，刚才迄个时代水真正清气，啊，搁有人伫遐过船啊，搁帆船入港，吼、哦，即个再造历史的现场。啊，咱拄只看只个图，后盖就是即种个，才水着。才叫十外年啊吼，我看个馆长嘛真济，恁有啥物人会当讲？都是馆长会当比规民国搁较认真为鹿港会付出无？是不是大家讲，咱就伫个华夏，在咱外面古县长台拍一个感谢伊，伊咱鹿港也是会付出吼。县府投注经费31亿，配合鹿港国家历史风景区鹿港西再现计划，整治鹿港西青云路至民生路之间约1.5公里河道，从污水处理、水质净化到水岸环境。串联蓝水绿地廊道，期望营造水质稳定的清水水岸空间，为鹿港注入文化活水。公益频道张华允鹿港采访报道。